哎，我是今天相亲的，你谁呀？相亲的怎么？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叫了啊。喂，王哥吗？嗯，哇，小姐声音好甜呐、啊。讨厌了，还没见面就搞定要结婚了似的。小姐姐，你在哪？我去找你。哎呦，就你呀、啊？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呢。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能是青王子吗？急什么呀，果然呢，这男人都一样，心急还想吃热豆，不怕烫嘴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声音太好听了，人肯定老美了吧。哼，那哥们儿你以为呢？别人都说哥们儿呀是沈阳王祖贤啊，对，就是那种特远观不敢亵玩烟的那种哦。那小姐，我能跟你视频吗？视频的话，虽然说这手机带卡视不了频。手机卡没事，那你可以去闲鱼换新手机啊，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，很多是九成新甚至是全新未拆封的，价格比新品低要低很多，特别划算。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，点击链接搜你好美女就可以找到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哥们这嘴皮子挺溜哈，那我给你发位置来找我吧，拜拜，挂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哦，嗯，撒，小姐是你吗？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哦哟，这小姐姐瞅着有点魁梧啊！讨厌，讨厌，人家只不过是骨架大了点儿嘛。没事儿，像你这样女孩吧，好养活。人家才不好养活呢，我们要是在一起了，你天天得请我吃牛排，喝红酒，没问题。哎呦，你这只山鸡怎么能配得上人家这只大凤凰呢？你这卷发挺好看的。哎呀哎，别碰别碰！哎呦，哎呦，我都说了你别碰啊！我认错人了。哎，哥哥，你不陪人家玩游戏了吗？臭妖，哎，你别走！哎，哥哥。啥？你男朋友是海王？行，你看哥怎么给你治他。Hello， 小哥哥。哦，小姐姐谈恋爱吗？我偷狗粮养你啊。哎呀，讨厌了！我看哥哥的朋友圈是有女朋友的吧？嗯，那也完了，被你发现了。没关系啊，我默默的爱着哥哥就好了。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哥哥，跟你聊天的话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？好害怕呀，不像我。只会心疼哥哥。没事，我不让他知道就行了。没事的，哥哥，他要是生气，我就给他道歉，不给哥哥添麻烦。妹妹，你放心，哥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啊。哥哥这么好啊，做你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吧？那妹妹喜欢什么呀？哥哥送你啊，给你当礼物啊。哎呀，哥哥送我礼物呀，那姐姐知道了，姐姐不会吃醋吧？嗯，我给姐姐也买一份吧。有哥哥这样贴心的男朋友也太幸福了。臭妹妹说话跟抹蜜一样。那你是谁呀？没没没没事。兄弟，你找对象去主要找面面吧，里面有好多漂亮的小姐姐，我刚才看一个男的发女生给我吓完了。嗯，面面上都是真人认证，直接视频聊天，女生都主动跟你打招呼。你要是聊不过来，就试试这个同声言功能，它能根据你的长相和爱好，给你匹配同一天出生的单身小姐姐，就在附近，聊得好，见面方便。喂，哥哥，姐姐不会生我气了吧？像哥哥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姐姐一定很珍惜吧？还是妹妹善解人意啊。哎，哥哥，要不你来找我呀，我给你发位置行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好嘞，哥哥。那我等你了。车宝，这是你吗？哥哥、哦、你来找我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？你这个骗子，你他妈欺负我，你敢欺负我都我骗吗？兄弟，哎，我聊了一个三年的渣男。喂，老公，干嘛呢？玩密室逃脱呢呀？哦，你玩那玩意干啥呀？这样吧，你来我家，我看你怎么逃脱。浪费那钱干嘛呀？正好我想换手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前男友回来找我复合了，就在我旁边呢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喂，兄弟，小雪已经是我女人了，你别再找她了。
承认了，人家可没承认呢。那你来我家楼下网吧找我吧，我会做出个决定的。兄弟，帮我个忙呗，把找帮你，找帮你，行不哥？我咋再帮了？我在这儿呢。嗯。宝贝儿，你怎么能躺他怀里啊？小雪现在已经是我女人了，人家已经牵我双手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试试他去呀，上面超多父亲的单身异性，照片真人认证，而且是同城，聊得好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，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。咱俩都聊三年了，这我可是第一次见你啊。我看小雪不太想见你，不然你走吧。让我见他一面吗？三年了我还不知道他长啥样呢。王菲，我还是见他一面吧。行吧行吧，你见他一面吧。哥哥哥哥哎别走啊哥哥啊。小哥哥小哥哥，答应送人家的游戏装备、可不能反悔哦。小哥哥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干嘛呀还给我打电话呀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小姐姐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那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万水千山总是行，多爱我一点行不行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、美女你真的很吵啊。你有病吗？我哪里吵了？你没吵，那我的心里怎么都是你的声音呢？啥声啊你的老六？是充斥那种女性磁性的声音，一听就是个大美女。哎小姐姐，你今天有点怪啊。哪里怪了？怪可爱的。那我看你今天有点怪啊。哪里怪啊？丑八怪你就别又打电话了，都浪费我手机流量。那你可以跟我一样用联通大王卡，月租29元，首充50送50，首充100送100，每月30G 专属流量，过百款 APP 免流使用，点击左下角就可以免费领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咱俩真的不合适。那咱俩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你啥血型？我 B 型。你看你 B 型，我也是 B 型，这不正好吗？好啥好啊？咱俩结婚，万一生个小二逼可咋整啊？反正啊，我昨天去了个岛。你要是不爱我啊，我就拉倒。正好我昨天也去了个岛。啥岛啊？拉倒就拉倒，爸，气死老娘了。